算了，第二行无量清虚，左边是倒是第二行至尊至圣，还右边第一行三界十方，最左边万灵真宰，正中央，然后来右边，来左边，然后来右边，然后最左边，明明上帝无量清虚，至尊至圣，三界十方，万灵真宰。我们佛性的老母亲，佛龛的字是正中央开始，然后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。明明上帝无量清虚，至尊至圣，三界十方，万灵真宰。然后佛像中正中央明了祖师像，明了佛的形象。然后右边观世音菩萨像，也有什么背后菩萨像，看来好像是观世音菩萨像。左边是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像，明了祖师。观世音菩萨还有济公活佛，也有说耶和菩萨济公活佛。忘记人欲行天道，那应该还有个孔子，另一半的背影，放那些孔孟圣道。孔子自称先师为兄，孔传心法成自圣，孔传心法成自圣。然后另外一块匾是弄记仁义行天道，弄记和记仁义行天道。变成平原了，以前临时佛堂，先有临时佛堂，然后盖出这一栋大楼，一而上很大。然后你看，中华民国111年底把它整理的，现在112年1月份，1月12号农历大年初一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变成那个平原了，种韩国草。散步哦，义和圣堂东边的本来是临时佛堂，80年代就成立临时佛堂，然后盖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义和圣堂大楼，91年落成片，现在112年一月，它那可能111年下半年整理的，拆掉那个旧的临时佛堂，80多年建的临时佛堂，然后铺上韩国草，变成庭园了。种那个树龙柏漂亮的，本来是桃花心木很高的，现在这样子哦，比较清爽，公清爽，可以散步了，打太极拳了，活动的地方了，好棒哦，这边就是佛堂哦，正殿里面算正殿，天气很好，很多人来拜年了。64代祖师像接合仪式。还有越南人，很多越南人可能来工厂，来台湾找工作，工作了，在工厂上班。
后来求到了献花供佛。91年的义和圣堂落成典礼了。好美好美味，这是就是哦，好棒呀！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哦，可以这么亮。哦，好啊，照顾得这么好啊，好亮，好亮，好好看啊！哦，好好好。哦，好棒，好棒啊！好亮，好亮，好好看啊！好美，好美啊！好棒啊，好棒哦！神元山庄义和圣堂，农历大年初一哦。慈心亭弥勒园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呢，宋堂落成于民国91年。河图洛书罗马洛神龟呢，半图呢，哦，九龙半图。有纸各有点心，
渴望盼望。深夜深处，一路上跑。要多少人来帮忙整理呢？还有这么庄严？尘归啊，尘归尘归，河图洛书啊，马马护身图啊，尘归护书啊，洛书啊，洛书啊，背部上有点，这个叫尘归护书。东边那个是龙马护图，看一下真河图洛书啊，学易经就知道了。学易经就知道了，龙马护身图，学易经就知道了，龙马成神，神龟成阵，有祥瑞，可是龙马通脱马身。神龟龙头龟是神龟啊，神龟玄武啊，老马跟玄武神龟跟河图洛书有关。哦，你看，哦，直心自明了，哦，好高，哦，好高没事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哦，哦，嘿嘿，优秀，优秀啊！哦，这都很美啊！哦，这花也都好美啊！这，哇，这花好美，好美！要细心的感受那个美好。哎呀，真好！哦，团圆呐，哦，团圆喝啊，感受美好啊，哦，好棒哦，哦，好棒哦，哦，好棒哦。哦，临时火塘这边变变有这个空间了，好棒好棒，还有种龙柏了。以前那桃花心木好高，比较阴暗，现在这样比较亮了。哦，好棒哦，在平原有那种可以散步啊、打拳啊、欣赏啊，舒爽的感觉。哦，这边，那好，蛇仙子。变临时火塘快就变平原了，哦，放放，啊，这样变好亮好亮，新纪元。